反正他那只手比这条腿还好，不会受伤。嗯。你听得懂吗？一直按，直接有效的，然后筋骨要软。软。越不动越糟糕。我妈妈比较容易会紧张。对啊，紧张就说，就不能，你要安抚她，就不要紧张，不能收腿，所以收腿不行。不要紧张哈，奶奶。怎么能不紧张？你想想看，她容易紧张了。一个人住在这个，我妈妈一辈子都是住在家里的，她是家庭主妇哦，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，对不对？谁都不愿意的了。一辈子都没有，不要紧张哈，没事的哦，不要紧张啊，腿要伸直哦，不要伸直哈，才会硬硬的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是要给它弄上去擦吗？有关节，关节，心脏部分的这一条，这一条。他为什么淤青？那边为什么淤青？淤青啊，打针是不是？抓到他的就淤青。想要睡觉了，但是是没有整理好的，没有整理好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到这？还没有整理好？对啊，他还在整修啊。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前一阵子灰尘哦，特别多，可怕。我那时候就想给他搬走，你看他们都搬了。搬去哪里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他这怎么能住嘛？又在装修，在打地板啊，搞什么打掉墙啊，什么吵，灰尘又多。放轻松，不要做这样子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哈。放轻松哦，不要怕哦。伸直，腿伸直哈，腿伸直哦，不要缩这样子哦，要活动一下，要活动一下。
就不知道像他们这样可以把它翻过来。等一下测睡啊，测睡让按一按呢、啊，按按他的心肺方面的。乖哦，乖哦，哦，没事哦。不用怕哦，不用怕，放轻松，我不用放轻松哦。他现在全身发胀的，他全身都紧绷。嗯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出力哦，不要出力哦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奶奶，放轻松，没事哦，没事，弯着的，弯着的。好紧张！那也只要用热水擦一擦，不然对面药膏，只要擦一擦，用热水擦一下，它已经有渗透到皮脂肪里面去了。记得这边也要擦掉，一定要擦掉，它 有吸收进去就好了，它筋骨有软化了，一定要擦掉，不然也是会有点过敏吧。过敏是不会的，要擦掉是比较好了。累积越累积越不好了，一定要擦掉了，洗一洗啊。啊，我们连为什么每天抹，为什么不擦掉？对，痛痛哦，痛痛哦。啊，你不要注意就不痛了，哦，还知道啊？不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没事，手指都蛮硬的。腿伸直。不要出力，奶奶不要出力。不要出力哦，出力哦，放松一下。那应该是头塞，应该头塞没有，第二根没有跟头塞。后面有靠枕头，很奇怪，为什么紧绷？哎，比较。做完了以后就做复健，都不错了，因为我怕他精神会不会不适，比较会紧绷，效率比较好，让他放松一下。你看，要放松他，他也是一直紧张，一直不出力哦。啊，所以你的小手在旁边要按他的，我来一直做这样子，他就会紧张。他老人家嘛，十一点了，对啊，他被擦了，过来，突然就度假了。你看他整个头。都气死了，难怪他会在你的胶枕里转。你会先弄背部。等一下，我头弄完再帮他弄背部，让他舒服一下。
少了。不要放，来来，不要放，放轻松。你已经好多了，之前那个灰哦，看你一下。这些是你自己走的。舒服吗？很舒服吗？舒服哦。嗯。他的整个气质都在那里。来，我要侧睡了。在我这边啊，在你那边。先侧那边，又有人在那边。等一下再，再全部处理在那边的。来来，不用放，不用放哈。哦，裤子要把它拉上来。那先，先把它拉上来。那个，来，先转过来。我把它弄起来，你来，我抬起来，你把它。不要放，不用放哈。好，来，不要放，奶奶不要放，放轻松，放就腿不要这样子哦，腿不能这样子，来，我抬，伸直，好，伸直，不要怕哈，奶奶不要怕哈。来，不要放。这个腿要伸直，腿伸直哈，腿伸直来，压到自己的腿也不行。伸直，来来来，伸这个腿伸直，伸直哈。OK。一个小腿那个，压那个腿部的一起动。那这两个脚臂这样变打架了，翻过去了，翻过去。要翻过去的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哦。哎，不要怕哈，你那条没有伸直啊，没有伸直，要伸，让它伸直一下，伸直来，伸直，这条腿伸直来，它这条可以的了，可以伸直的。等一下，这个不要扯断了。你记得要推这边，这个血管推肉要轻一点哦，不一直搓，一搓，搓个几下就好了。记得它的两边偏这边就重要，通往这个地方。换了，换尿片了。你们看看是不是为什么这样子？会，因为点头嘛，是也是会点头。你有没有处理过这样？有，所以比较轻松了。一般正常。现在还有在做吗？有还是有。有几个客户这样？有几个哎。他们是送到，也是养院，还是你自己去？我去他们养护所，安养院了。哪一家？三天母一家，板桥，天母那家你知道吗？那家那个不是啊，那个还会动啊。那个也是一样，属于类似的，他那个熟。
还 OK 啦。他的手不好拉呢，哇哇叫哎，还有腿不得。主要是这个背部硬。又不能太重，它只是痛痛的吧，是这样子。为什么连这样子？因为紧张，奶奶不要紧张。他有点驼背哈，还有他没有起什么撕折啊，怎么样？没有，他会撕折是吧？他那边那个都会撕折，这样你是真来？上次那一天，上次撕折很恐怖。像那个家属有没有常去？反正我去，他也去啊。现在他嫂嫂也在处理这件事情。其实只要家属有去，有反应。当然了，你不反应，他们到底坐在车里那天不会改进的。就像有时候时间就过来。叫我一个礼拜去一两天就好，不要每天都去。谁做的那个？阿奇克有问题吗？他们认为有啊。以前我记得八十六七年的时候，我母亲也是在板桥那个医生医院，我几乎每天都去了。那时候有门清时间吗？那边都是医院呐、啊，楼上是就是安养院嘛，而且要看病都很方便。那你都要去问他，以前我是不会这行的，他现在已经往生了，住了两三年吧，他也是中风很严重，拖了十几年。所以你没有跟他们？没有。要去看他，帮他做一些清理工作。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，没有做这个行业啊。他那是公司找人去这个清理区来，知道吗？也是一段时间了，是吗？那你也蛮能干的，转换跑道，转换的很。我这个公司好像不是很稳，一定会倒。啊？公司不稳，你也会倒啊倒。我们要怎么去来做？再找，找是有理智的薪水，都不稳定啊。所以我说你的。转换跑道转换的很顺利嘛？我自己也很多久。所以我说我在安嘛，你可以学一点帮你安，慢慢安，也可以多少可以减少一些开销。拉筋的不一样，拉筋比较快，这个太是按，这个中式按摩的，等一下到博士中，等一下上课上班呢、啊，要学一段时间，先帮清理，好有先做，觉得 OK 再去验证，验证人家还是你的手技术哎，才能继续上班哎。老板会是你的手法技术可不可以才让你上班哎，不是那么简单，说去就去。好比说哦你来验证，哦我是你的技术怎么样，才能让人家上班哎。不是这样子，说上班就上班，不是这样子。那你从学到上班？我学的差不多，我真的学到上班一两年，我还才真的去应征，不然我不敢去。
幸好他现在口碑不错，我就可惜了，我不敢盲来。真正到熟好熟练的话，一定要用两年才熟练。现在完全懂了，能去。那你学是学了多久？我学哪里？我是跟一个老师，他从大陆回来的，他本来是小动物当到挺好，后来学回来的，他教我的，就学会了蛮高的。他是完全没有教你哦，没有传授给你哦，没有传授，没有完全传授给你的。那我们现在在静静在研究啊，书本多看啊，多研究啊，你有时间多去体验这样子。他现在去办，然后过来的。一个圆圆，一个还有背上一个，他坐会痛。你好，哎，你是那个爷爷的女儿啊？哎、对，他住院了。他怎么了？尿道感染，然后住院，可以搬过来。年纪大了，他也是包尿布呢。有啊，他就是让小便呢，知道会怎么？还有一个背上一个，背上一个方的。把他翻过来，他怎么不这样子？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好，不要怕，很轻松。不要侧过来，是不是？来，把他拖过去一点点。哎，这里在这里，所长找到了，就这个。一块跑来。他背会痛，来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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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他中饭会加油啊。过来是，我来翻。哎，他中饭应该今天会有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个压到了，这个压到了。然后拖过去，过来再给你好好看着，等一下。拖过来一点。奶奶不要怕哈，等一下。这个拔罩不行，等一下，过来，不要怕，他一直撞，来，好，慢慢过去，来，哦，所以说，他每侧翻，对不对？那侧睡他一定会这样子，对。他应该那边比较左边比较不舒服，所以已经中成这个样子。啊，这边右边是还好，因为他是这边中风嘛，这边中风呢就是那边嘛，对不对？有些人中风，有些人是左脚，有些人右手那很难讲。他鞋在流动的问题塞在那边了。